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那我们现在要来做一下150抽，这次是2021年3月20号的晚上10:25。好，究竟会不会获得黑龙王的成就呢？还是获得宾利的成就呢？那我们拭目以待，究竟是六星黑龙还是六星宾利呢 ？Go！ 很好，很好，一只都没有。若想逃过我龙妖的术法，那可得把你的记忆藏好了。都是一些不重要的角色。我不会只中一张绝品卡吧？干，还真的。哦，两张绝品卡。干，你太衰小了吧？但我非洲人哦，谁在跟你租号六星啊？来，干又没有。我觉得这次应该运气很差，都是有的角色。看，等一下会不会抽错卡池啊？我都怀疑我自己了。看，三张 SR 而已哦。看，都是我有的角色。我角色已经够少了，还抽到我都有的角色。我有没有抽错啊？幻海影浮生啊，宾利嘛，这是黑斗嘛，对啊，没错啊。好，第30抽。欸，大家记得哦，晚上的10:27不要抽。哎，有了，中了啦，就是宾利了啦，注意啊。30抽中 ，OK 了吧？箭矢宾离，在此公文遇命。好，10:28到27，大家记得这个时间，27到28，晚上哦。然后30抽我就中了，我就中宾离了。所以啦，这个几率可以的。好了，后面不用抽了。看来我的运气还是不错的。没毛病啊！啊，杨环，无名杨环，罗侯神初创双使之一。哎，白婉 ，OK， 白婉抽到了。让神阙宫白婉为阁下吹奏一曲，如何？没毛病啊！没毛病啊，各位，这简单啊！可怜啊，你各位还抽不到，我都抽到宾利了。好，可以不抽了，可以不用抽了吧？好 ，OK， 那在经过刚才的这个幻海影浮生，第30抽就抽到宾利的。那黑龙，因为我其实不是很想要黑龙啊，所以我们就先这样子。等到之后要把宾利冲新的话，到时候再抽这个好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先跳到火池吧。对，运念集中台吧。OK， 我们抽火池 ，Go。
然后火池这一把是第一次十抽。我这次没中。看来这次都没有。图案那有什么诀窍？你们不要相信什么图案有诀窍啦，你们有写过程式就知道那个图案都是假的。十抽，什么都没有，都是有的角色。哦，应凤人，天玄门掌门应凤人，恪守祖师教诲，除妖灭邪，大义不辞。OK， 再来。第六十抽了，没有。哎，怎么火池不好抽了？这第六十抽嘛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次我有了，白碗有了，都是有的角色了。都是有的、啊。然后第七十抽也是没有。哇，阴气用光了。哎，长一峰。在下长一峰，阁下有何指教？连香环纸都抽不到，哦，非常厉害，安心了。俺乃是大夏国铁卫军统领，兼任殿前镇卫将军，贺兰铁汗。哎，抽到保底就代表运气很差，你懂吗？你抽到保底就是运气差，八十抽。没的，没运气的啦。好了，这样超逼你不错了啦，够用了啦。哦，有香丸子的，语音就不听了。刚是八十抽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八十抽。然后，哎，对嘛，八十嘛，对，八十，刚是八十抽，然后第九十抽，他不是不进闪的，他是香环子，不进闪的跟香环子差很多呢。欸，说到拜拜，我今天真的有去拜拜，但是祭拜就是清明节扫墓了。宁煞寒无沙，听候主人差遣。就是去扫墓的拜拜啦。哦，高七，没错，人称煞刃的就是我高七，想试试这双刀的厉害吗？可是高七啊，你很废、欸。高七在手游里面不是很强。有点可惜，我抽到寒武杀 ，OK 啦。OK， 第一百抽了。280抽十绝两重复，单抽出奇迹，中了。
有吗？有中吗？阿洛郑俊伟，有吗？没有。哎，所以那个光是怎样？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然后大师有那个 LINE 的社群，有天地姐手游的社群，然后 QR code 跟置顶的讯息有连结可以加入，输入密码33。我乃神武观观主慕容征，阁下是？密码是334568。那加入后记得看版规啊，我觉得亚布斯应该可以升到四星的吧。OK， 两个了，两个 SR 卡，再来。有了，现在几点？但是10:36，中 SR 卡，SSR 绝品卡，葛云一。神阙宫斋女葛云一，在此生座对你说话，你可明白？一只而已嘛，又是阴风的。这是保底吗？刚才是保底吗？刚是保底啊？没有吧？好 ，OK， 我们还剩下40抽，我们抽火池跟冰池各20抽，好不好？就这样。干，有了啦，有了吧？有吗？我就看错那个光，干没有，没有，误会了。我就是在画阿姆斯特朗旋风炮啊，这么明显啊，都是有了。其实中蛮多那个极品卡的，好，再一次，第130抽，哎，没有了，哎，可怜呐，运气用光光了，干什么？不要让你退定。不要让你特定，意思就是 要我抽到烂角色哦。可怜啊，哎，太渊隐逸。治病救人乃医者本分，换我太渊隐逸便是。说不定早就突破六星的猪好了。那没有啦，奇掰哎。好，冰池。干有中了、欸，干该不会是黑龙吧？现在几点？10:42。看黑龙啊、喔！就他妈的，不要给我再中一次冰礼啊！黑龙吗？还是冰礼？干黑龙。告诉尔等吾的真名，谢鱼又如何 ？OK 啦 ，OK 啦，至少没有重复嘛 ，OK 啦，好的啦 ，OK 啦，10:42，哎、欸，记得哦，明天晚上10:42，你就抽，你就中黑龙了 ，OK， 你就是当黑龙王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然后呢？然后我刚才是10:27到28抽冰离池，哦，中冰离啊，给大家参考。晚上10:27、28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再抽最后一次了。没有了 ，OK， 不错啦，至少中150抽，中3张绝品卡。
啊，对哈，我刚刚要抽火石的哈，算了，来不及了，我已经按了。怎么白碗小姐姐这么多、啊、？OK， 然后抽完了，是什么？祭魂之人，哪里有祭魂之人？OK， 然后这次战机抽到葛云一、冰离、黑龙，150抽中三张，什么140抽两绝，是150抽三绝。OK， 就这样子，那希望大家会150抽给大家一个参考啦，就是我的话是130抽。三张绝品卡啊，极品卡我就不统计了，因为太多了。因为我觉得没极品卡不重要啊，什么抽都有、啊。好，大概就是150抽三张绝品卡啦。OK， 就这样子，感谢各位。